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开始上课。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就坐，谢谢。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大家好。哦，咱民政府正在放空尔吼，大家拢去日本。啊，今仔有那算特别寒的一日吼，啊，搁恁大家做勇敢啊，伫遮吼上课有较寒死啦吼，我今仔日要来将这个，台湾这个实在的国际地位，啊，甲各位来研讨介绍啦吼，哦，各位较知影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的听无，毋知有无？拢听有啦吼，这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基督徒。安尼台湾的拢听有啦吼，我做医生做到近45冬啦吼，45年啊，我伫5年前，我的对新罗医院院长退休哈，退休，我迄时阵都做40冬啦医生，啊，伫退休的感恩礼拜，吼，阮迄教会医院嘛吼，台湾基督教长老会有3家医院嘛，一家是马街，一家是彰基。一家是新楼，属于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诶教会医院。啊，我做董事长，啊，廖做院长，他做董事长足久，啊，廖做院长做高当。啊，阮迄有年龄限制啦吼，阮迄虽然是到65岁，啊，因为爱任期4章，所以我到68岁，68岁才退休啦吼。啊，我讲这是啥呢？我退休的感恩礼拜。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伊就甲我讲：“庄院长，我一定要来参加，伊是台北啦吼，我一定要来参加你的迄个感恩礼拜啦吼。”我讲：“不过阮教会的规定吼，感恩礼拜不能超过90分钟啦吼。啊，要讲话的人吼，哇，大大细粒，大家拢出来讲话吼，啊，就排到满啦。伊讲1分钟，我讲哇，阿妈这总会已经从差不多1个月前，迄个讲话的人都拢排好啊，啊，就无多我讲。”阿姨讲，好，唔免讲了，不要紧，我都要来催你了哈。哦，就那一天就真的下来，啊，我都给安排去坐第一位，因为这重要人物了哈。啊，我这个朋友是谁呢？姓那个姓啥啦？哦，这姓张某，陈仲谋，你捌不？哦，伊是迄个较早的啊，有那。啊，我那这个人我那足无小心鼻干手害吼，啊，去用个设计去也唔知啦吼，啊伊就找我啦，那是5年前的事啦，啊伊甲我讲一项，讲，李专院长，你吼，我你即摆退休吼，啊我有一项要紧的代志要给你，哦，要紧的代志，我讲我做医生做了40冬啦吼，啊，我想讲退休了吼，我要。好好的过着退休的生活了哈，啊，我不爱插岁数嘛，因为我虽然哈，不是民进党员，我虽然不是国民党员，我都唔捌参加过党啦哈，可是哈，伫台南哈，啊，在台北那边迄个从阿扁啦、谢长廷啦、什么人啦咧选举，啊，拢如我做头前啦哈，啊，我迄阵拢想讲，我有一颗爱台湾、疼台湾的心，那用爱也阁无够。有一颗疼台湾的心，而且为着台湾咧拍拼，应该啊，所以我逐摆都拢，虽然唔是民进党员，啊，我逐摆都拢如日头前也卖股啦，创啥啦，伫台南安尼，哦，演讲场啦，啥啊拢，行路扫街路啦，啥，吼啊边个拢会招我去啊，吼。啊，伊知即个，我即个大哥陈仲谋，伊知影讲，吼，我伫台南足活跃嘛，啊，我是甲讲，老兄饶命。我吼安尼无几啊十冬啦吼，我退休吼要好好过我的退休生活了吼。伊讲袂使，即卖吼我有一个新的理论，啊，迄个民政府吼，迄阵就开始啦，我唔知影。啊，伊讲你吼，你来做迄个来遮吼，啊，你把你来做迄个卫生部长吼，卫生部长盖下。我真正讲劳命，我无法度吼，好啊。贵贵啊，退休的好生活了，我就是这样过着退休的好生活。啊，伊讲，等下你换退了，他来追我。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碰过他呢，哈。
要袂拄着伊啦哈。陈仲模，我算看我足好，看我算我大哥。啊，伊安那离开，伊即摆好像离开咱这林政府家。啊，安那我也毋知，我因为要袂拄着伊，啊，我着真正过着退休的好生活吼。我也无爱做医生啦吼，也无咧看病，也无爱啊。啊，我着去买一只迄个游艇吼，游艇啦吼。游艇啊，我袂晓钓鱼啦。啊，我买只游艇吼，我是咧创啥物事啊？飙船哦，飙船，你知影飙船啥？人咧飙车，我咧飙船吼，啊，足好呢！飙船吼吼啊，我一礼拜出港出两日嘛吼，我拢固定拜五我出港啊，飙船啊，我无久啊，我拢飙到两点外钟啊，但譬如。安尼，遐也袂车祸，也袂啥，安尼飙足紧嘞。好，我会当飙到到，恁知影四十节偌紧无？四十节，我放伫台南安平港，无只只船啊走个，连迄个咧掠走私迄个金光个吼，迄个走私员嘞，嘿，因个讲，阿你赵院长，你走遐紧哦，咱来拼看卖嘞，也阁拼输个，你掠走私个也阁拼输个，公里。七十四点几，无，那迄个真吼，七十多啊，七十四点几啦，嘿，七十四点，我有甲算过，我系 maximum 走很紧啦吼，啊，所以我过即个生活，啊，着一礼拜两日，啊，去飙，去飙，啊了，我一礼拜收两摆啊，一摆一千公尺，吼，啊了。啊，我着剩嘞，我搁去引一个套路啦，吼！这是啥物套路呢？无钱套路啦！我着，我两个孙啊咧读小学啦，啊，我去引啥呢？引敢在上课啦，吼！搁去引这啦。啊，可是吼，我坦白就爱讲诶，这两个小鬼吼，吃我道道，你唔知听我？嘿，嘿，阿公，我要骑马，啊，你问啊？啊，乖乖抱咧，啊，就好行。啊，欢喜感官的啦吼。啊，就是讲，虽然自我道道啊，我嘛欢喜到要死啊吼。安尼啊，所以我过着安尼退休很美好的生活吼。啊，岁数我无咧参咧，我九点就困咧吼。啊，我早起稍四点就起来嘛吼。啊，起来，那要飙船的，我就四点外就出去啦。啊，头飙快稍七点外日头出来，我就回来吼。啊，所以安尼足惬意的啦。我感觉退休足好。唔过到两三年前吼，有一摆，我一个同学伫美国，啊寄一个迄个 mail 给我啦，寄 mail 给我，啊，我甲看迄内容都一篇影片嘛，我咧讲到迄个台湾民政府的代志啦，哦，民政府的理论是啥？啊，伊咧头下咧讲啊，我头下讲，靠有这个。靠这个代志啦吼，啊，我一直甲看，啊，看咧，拢，啊，伊咧讲啥，我前到当拢毋捌听到的呢。哦，啊，我这个人啊，有人就许啦，我从对于看到迄了吼，我从每家去拢研究，拢咧读个，啊，从无去飙船啊，无去啊吼，再跟他以外，我就从每日拢乘坐摩的理论啦，吼，啊，这个咱的秘书长的理论啦，啊，佮这个美国啊，这个何瑞元的这理论，吼，我操，读操两三礼拜，读了，我感觉讲，即摆台湾真正剩最后一条路了啦。遐理论吼，因为我拢伫美国留学的嘛，所以我也当找迄个原文出来看。较早那民进党咧讲的遐吼，我拢无样无食，国民党假的遐吼，拢真正无样无食的呢吼。拢骗人诶啦吼！我一个等下会安尼，啊！我今日要讲个讲国际地位，是要甲咱对头啊做一个，我安尼有心得了吼，啊做一个，啊是安尼我较会去讲去注意呢，因为伫迄个洛杉矶，毋是洛杉矶，圣地亚哥，迄场演讲会是伫圣地亚哥，啊，即个伫圣地亚哥吼，伊都叫一个台湾人来做迄个 response， 去回应啦吼，来讲个。啊，我这个我捌啦吼，这个我捌，我讲啊，这个人警告真的足惊死的，唔是足惊死啦，因爸阿母啊吼，甲讲你袂使插政治哦吼，你去啊你是你人的大兄啊，你的小弟小妹拢在台湾啊，
你若安那吼，袂使影响到遮小弟小妹哦。我看伊吼，佫足勇敢呢，伫遐咧讲，下咧甲问，啊，先讲，恁会去国民党政府掠去袂？啊，你个甚物啥？啊，你个理论啥啥？伊伫遐听了，一直咧甲质问迄个咧演讲迄个啦，啊，了回应讲，恁这理论对，这个人吼，伊较早，敢那差不多30年前吼，伊就伫美国有做过，迄个 Children Foundation， 就是迄个儿童。基金会诶，董事长阿玲啦，刚刚伊做一个美国哦，做儿童基金会的董事长阿玲娘哦，因为写者台湾吼，那30年写者台湾吼，未定呢，国民党政府就查啦，查因兜啦，查因兜，这个人吼，这个人从因老母都甲吩咐，甲讲未使迄个吼，伊个讲系，这个人是国际足出名的嘛吼，精神遗传呢。迄个专家，美国哈佛大学精神科主任教授，这边过来伫圣地亚哥，佮设一个哈佛大学，佮圣，佮迄个洛杉，迄个圣地亚哥，佮洛杉矶的大学，佮聘请伊来做总教授，一堆哈佛大学带几百个研究员来伫圣地亚哥，这个人较早做反内宣的时，台湾的调查怎么调查啊呢？我这两是啥？这两是阮大哥啦。是世界迄个真差不多精神遗传，因为研究迄个 chromosome， 迄个人类的遗传医学吼，迄个基因人类诶迄个遗传的关系做啥？伊也刚出来讲啦我讲陈光丹，我互你害到，因为我调查站就你定咧找我，因为我听哥伫美国做迄个 Children Foundation 儿童基金会董事长，你俩就袂得来啦。调查站一直找我，找到到尾拢感觉，遐调查站拢感觉好朋友咯。我讲我乖乖啊，无安那吼。不过若要迄阵到尾吼，伫国民党要，你若去成功岭，你就知影，成功岭若无加入国民党吼，足惨的呢。我嘛是足惨，就是两三个，阮迄人两三个无加入尔。人若咧会议，我都去爱去抠草啦，去创啥啦吼。国民党迄阵真正足阿爸咧吼，我嘛是安被磨出来的吼，伊也敢来了啦！所以我较看伊安尼，我较常一直读两三礼拜的这理论，读来讲真正只有存这条路呢。伊个理论所以你既然吼，我算啊，恁算啊算有福分吼，有那敢勇敢嘛吼，因为要来遮吼，大家拢会反对呢，厝里啦，还是太太先生啦，现在大家拢会反对呢，讲要叫人掠去死啦，是不是？啥吼？但是你若理论知影了吼，会袂惊啦，因为我阁讲一个，咱是伫迄个 USMG 美国军政府的保护下骹的民政府，所以没有危险啦。你若无伫美国军政府的保护下骹吼，连咪叫国民党掠去死啦！我讲，连咪就安啦。所以咱免惊啦，我等下讲一套理论。讲给咱听是安那，这个理论这套你若听嘞，你出去还当跟人讲，我是到底是安那，阮这理论是安那，我对安尼详细甲咱讲给我下啦吼。伫要开始以前吼，咱若来恁拢伫各州啦，各州捌去恁的州咧，伫遐咧参加聚会嘛，聚会开始都爱安那唱国歌。咱的国歌是甚物国歌？临时国歌是甚物？对一条。出埃及记，对，出埃及记哈。我今天要讲的是台湾的实际国际，台湾这个地位，照国际法来讲，台湾的地位到底是甚物？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台湾真正的情形，不像。唔是清楚，咱台湾的国际地位唔是清楚外国报纸咧讲的安尼，含国民党政府咧甲咱讲的安尼，迄种白扯的啦，迄种无影的啦。咱照未使吼，咱若要讲咱的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吼，不能说用感情用事我著安那安来酸骨搞讲台湾人有主权哦，是不是？那话讲你个，但是我即卖要讲的是个，咱要根据国际法。来讲台湾的地位到底是安那吼？用这个来讲啦吼。好，来 TCC 是啥？台湾 civil government， 这个 T 就是台湾啦吼。
啊，第二字死是死无，对，迄个民政府哈，人民呐、啊，死无。啊，一是啥 ？Government 哦 ，TCE 就是台湾死无 Government 哈、哦，台湾民政府了哈、哦。啊，所以咱来看到 TCE 就是咧讲台湾哈、哦、民政府哈、哦，就是台湾民政府，台湾第二台湾呐、啊。啊，西部 government 哈，咱的开幕程序第一个拢是会啥啥呢？那是 extra song， 就是出来入去了哈，做咱的临时国歌了哈。因为这条咱进要不做这个国歌以前哈，啊，拢就先用这条真有意义了哈。啊，咱逐摆咧唱哈，啊，我感觉足多人啊都。徛伫遐唱啊，唔知咧唱啥，啊，意义是啥？啊，我今日从这个原文甲抛出来吼，啊，互大家讲知影讲，而且这个咱是安那甲咧唱这个啦吼。你看这条歌吼，这条出来有个歌吼，讲这是我的土地哦，上帝给了我这块土地，给我的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哦，伊这那 This land is mine 吼，拢就是咧唱这啦吼，迄意思就是这是我的土地。你讲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的这块土地，哦，当朝阳照在丘陵与平原上的时阵，哈、哦，我看到了，安、啊、娜看到了一个孩童可以 freely 自由的，这重要紧哈、哦，这里是这里 ，can run free， 可以自由的奔跑的地方，这是真正啊！你这个我这个查世界各国的国歌哈。哦大家拢为着这个 free 这个自由的所在，台湾够自由的所在，唔是啊，这唔是咱的土地，所以拢也阁无自由啊。你讲，恁啊，读个较贵了，就知影讲政治炼狱是啥，叫有人解释个政治炼狱哦。炼狱到底是啥？我等下无得个爱阁解释一摆。讲台湾是政治炼狱迄个中间哦，啊，这拢就是咧讲这个自由的所在，咱这个土地啊，请牵着我的手，带领我行遍这土地，带领我行遍这可爱的土地。哦，虽然只是平凡人，但只要你在我身旁带领我，我知道我将会变得更坚强，将这土地变成家园。哦，一些公 ，If I must fight 是战斗哈、哦，如果我必须战斗，我将奋战。将这块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那是家己的土地的时阵，大家咱吼、哦、啊，这个就是咧讲这个，这到这呢吼，对、哦、吧？这个咱一直用这个做咱的国歌，就是那时迄个上帝带以色列百姓对埃及要出来，哦，出来入去的这个伊就是要带因去一个新的所在吼。哦啊，就是啊，啊，那时咱即卖用这个来做，这个精神吼，啊，就是要予咱讲，咱即卖要有一个新的所在，啊，咱哦，咱会当家己自由自在哈，run free， 会当咱当家，安尼囡仔会当自由奔跑啦，现在无什么什么政府咧甲你乌白管啦，无什么啥啦吼，这会当做咱的迄、那个，这是临时国歌啦啊。我今天要先讲者吼，就是讲吼，恁若有啥物朋友捌音乐的吼，啊是啥吼，赶紧来拜托因，甲咱写一条迄、那个，咱别日啦，真就好人开始啊呢，别日来国歌啦，咱真也无国歌嘛，这是临时国歌，用出来之际，啊咱若有咱的好朋友啦，音乐的，哦啊我有若有过来朋友，我拢会讲，拢敢讲，进来做家啦吼。啊，第二条是倒位？哦，是安那个在唱日本国歌？是安那个在唱日本国歌？哦，好，有安尼，大家有小可了解了哦。我们这个土地是谁的？搞了日本对哦。好、哦，来，我等下会甲咱解释讲，过一摆人复习讲，是安那个是天皇的哦，未使甲咱讲日本，讲日本都唔对哦。日本天皇是天皇董事长，啊，日本政府是总经理，安尼尔，土地是董事长呢，是天皇呢，啊，委托政府来管理的哈。等下我会详细，甲咱做的。
啊，日本国家哦，1914到1945，拄啊二次大战结束，这条国家啊，怎去哦麦克阿瑟甲废掉呢？怎无必要笑呢？1914到1945，好、哦，大战结束以后，他就不让他唱了。啊，到什么时候呢？到1999年，高凯西，哈、哦，1999年高凯西这条歌，佫开始唱呢，哈、哦，Kimiga Yowa 哈、哦，这个伊隆重规矩，真对了哈、哦，日本国歌真对，32个字而已了哈、哦，第一次代、千代、八千代，细时成言，青苔生，安尼念了哈，哎、哦，咁是全世界上对的国歌。啊，敢是？我们知道了哈，一个有一个国家哈，比国家低的哈，这个国家哈，也国家比较低了哈。我有写的，我有写用英语写的啊。25 seconds， 25秒就唱了啊啦。乌干达啦，不过你若上网去看看南路乌干达吼，你会当当面头头听啊，你呢？我若当家甲报讲吼，哦，乌干达国歌是安尼啊啊，甲报出来吼，因为伊爱收钱的啦，啊，我着违反迄个什么法，迄个啥，哦，哎，做著作权啊，所以我唔敢当家放，我若当家放，这是算公共场合，有咧录音，有咧创啥，25秒呢，哎，乌干达全世界上短，乌干达哈，诶，其唔是日本哦，日本虽然32厘吼，但是乌干达国家短啦吼，哎，好来。啊，来开始这个日本的料，台湾啊，日本的料，爱个唱美国，是那个爱唱美国。哦，好，因啊，恁大家当下张暗商量，事情谁知影嘞？是那个的，迄是对下，下讲占领管的美国，台湾的占领权谁占领的？对。我等下，对嘿，就是吼，伫旧金山合约内底吼，诶，第几条呢？你这条爱记个？23条。那个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哦，旧金山合约第23条，写着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这是国际法内底哦，哦，23条。我今日要甲恁介绍的无几条啦，第2条 V， 第4条 V， 也含23条呢。啊，剩的16啦、25啦，迄吼，迄有人爱读，但是迄是讲中国的利益啦，跟台湾土地有关系。我即个2B、4B、23，哦，这三条啊，会记恁初级班敢那捌教这三条得啦。23、2B、4B、23，哦，初级班呐捌这三条的太弱啦，吼、哦，嘿，太弱，哎，足侪条啦，吼，唔通后背记较这个。差不多半条吼，这三条得啊，好来，因为是美国，迄、那个规章23条写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哦，啊，所以咱这个土地的管理权是美国的啦吼，啊，所以咱乖乖啊都爱唱美国国歌啦吼，乖乖啊，咱已经被占领，我们是被占领的啦吼，啊，所以，好来。是的，来我这英语的我甲翻译做哈，来这美国的国歌的迄、那个的内容啦哈，哎，你可看见透过一线曙光，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随着宽条民心冒着一夜的炮火，那个依然哈、啊、在我军的碉堡上，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这是咧讲啥呢？因为美国是对新南独立的。英国啊，看英国咧震哦，啊，哦，暗时啊蹦蹦叫，这就是咧讲暗时啊蹦蹦叫吼，哦，伊个炮火啊，什么啥，这是下一阵看美国咧，看英国咧震的孙的啦，啊，哇，暗时啊蹦蹦叫，可是天光起来呐，我们的国旗还安然无恙哈、哦，你看新条旗还不是高高的飘扬，在这自由的国家哦，勇士的家乡。大家拢国家拢是咧讲着自由，我一直咧强调这自由哈。恁老朋友你甲讲诶，用自由做咱别日来国家诶基础啦吼。
欸，我一直要推展这个啦吼。哦，啊，搁一个，迄就是有一条台湾日食美善局哈，大家做伙来读这一个哈，用台湾来读，南岛书简法官，书简法官，地名叫佛摩萨弥勒岛，地名叫佛摩萨弥勒岛，外邦吞达是过去，今日邦人子弟。出头天，哎，感谢上天，赐咱昔日照风局，是啊，是照风局是啥意思？日本天皇阿菊嘞，啊，菊花啦吼，日本的菊花是啥花？樱花吼，唔对，菊花，菊花是这个哦。欸，不是樱花哦，哈，我们都以为是樱花，不对，日本的国花是菊花啊，风菊哦，所以这写到啥日食，是咱昔日照风菊，就是风地，啊个风地天龙，啊个菊是菊花哈，不是樱花哈，啊来感谢上天自由，挺咱百姓用美军，这美军。古早咧写美国古吼，美国是写唔是美丽的美，是米的，这里米吼。日本咧写美国拢是写这里啦，吼米国，吼不是美国吼，米国吼。那你用米，拢要写米吼。来，感谢上天，天咱白星用美军，坚心勇敢站起来，创造咱的新台湾吼。这条是台湾日食美善局。我现在唔敢唱了，因为我唱一个吼，啊，迄个作者啊讲，你唱了歹听咧，我煞唔敢唱了吼，这条真好，就是讲啥呢？会当知影讲这是日食美善，吼，日食美善曲，啊，这作者是德国啦吼，德国咱台湾人吼，啊，讲我唱了歹听，所以我唔敢，我前摆拢有唱，我现在唔敢唱了，啊，佫一条。台湾较济，迄个长老教会逐摆咧唱的这条歌吼，或者台湾翠青，这是第二号牧师做的。啊，这个萧泰然，你捌听伊萧泰然无？哇，一个台湾人，世界足有名足有名的作曲家吼，萧泰然，这条做十档了呢，1993，2003，哦，二十档嘞，2013呐，安尼20年前做的了吼。啊，这条那，迄、那个长老教会吼，拢用这条来做差不多国歌迄个样啦吼。这条会样唱啊？有会样唱无？拢未哦。来，大家做伙来唱太来。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的台湾翠青。早前受我帮通知，建国大地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四座军兵顶三叶座，人类文化。世界和平，保民向前，贡献在领。这条吼20档啦，啊，这条也无下做国歌了，因为伊拢什么是建国啦、建国的吼，宪法啦，什么像建国的。咱台湾真吼，安尼，对国际现实啊、国际条约甲看的。台湾也无法度建功呢。台湾上界悬的天都吼，是做到什么呢？日本的邦联呢？会当到日本的邦联，看日本天皇下啊下骹，日本啊含台湾做邦联，那就是英国的迄个女王，伊下骹40几个国家，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吼，是啊，拢是伊的邦联呢。有吼，拢是邦联。咱台湾吼，叫我等下会解释讲是安怎开始到有人台湾啊，所以也无法度建功的，除非啊，
咱即摆去日本吼，你甲日本天皇使奶啦吼，你使奶啥？手势摇较悬的，你若放阮一条路，邦联的顺利讲啊，台湾让你独立，啊，恁咱就会当真正是台湾国啦。那无日本天皇放手吼，放手伊的主权吼，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做一个国家，当然会当做到邦联尔啦，跟日本。日本也是一个邦联，邦联的籍，咱台湾也是邦联的籍。照国际理论、现代的法律讲起来，咱台湾可能能够跟日本国做伙并设一个边境的迄个国家咧。然后我下骹等下会一直我讲遮啊，会一直要解释这个啦吼。这就是萧太仁，啊，这个个，这有那我迄个长荣中学的前辈，这个比陈仲谋较早。较早两冬啦，啊，陈仲谋早我一冬，啊，这加我三岁，啊，因为最近我有旧年啦，这是去年10月23号，萧太仁大师登去学校，啊，我是做学校迄个校友会总会长哈，我上个礼拜我拿去美国成立迄个美国校友会成立大会嘛哈，长荣中学美国，啊，都要他登来，啊，这个这么身体坏，萧太仁这么身体就坏，不时出出入入在家护病房。我阿公老兄啊，阿肯拜托过来写一条啊，迄个真正台湾国歌了，因为这条吼，迄是未准备了建国的迄、那个，含咱古早咧讲的，安光阴建国啊，迄、那个国歌，光阴写一条迄、那个村民政府这么讲的，整个一个自治一个邦联的嘿，阿伊讲伊这么身体有呐较未堪的啦哈。我有个拜托过来拜，伊就讲无法度，即摆是底个袂堪你啦。这萧太仁哈，哦，台湾国歌是省诗，我底下好咱搁较了解就是讲，告位台湾敢来当做这個，就是 Commonwealth， 那反正做联邦还是邦联拢会使的哈。那阵但是国歌吼，用这个啊，你若要有朋友阿在讲的，用这个做。做主题哈，自由，这自由就是要建国，要做一个。你想讲，迄个澳洲毛澳洲国歌，加拿大毛加拿大国歌，纽西兰这拢是英国的啊，英国毛英国的国歌，这拢是邦联哦 ，Commonwealth 哦，啊，拢有家己的国家哦，家己的国家啊，家己的国歌安尼啦哈。哦，你看英国哈。英国的国歌啦吼，伊是这个东西咧播，拢讲吾王天佑女王，现在吾王万岁。大英国协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是一个国际组织，由够侪呢，54个迄个主权国家，包括属地所组成的哈。啊，所以一个皇帝下骹会当，咱巴厘岛是干那一个皇帝下骹干那一个半干台湾尔，这个是。54个哦，54哦，哦，这是54个哈、哦。啊，加拿大嘛是嘛哈、哦，啊，因的君王是像嘛是英国君主来接任的哈、哦，啊，这个澳大利亚嘛是英国君主来嘿哈、哦，啊，澳大利亚。啊，纽西兰嘛是吼，啊，但是纽西兰因为毛利族足侪吼，所以有了伊个国歌有了毛利正式的国歌吼，毛利迄、那个毛利迄、那个原住民吼，嘿，毛利的。哦，啊，去过来，恁长了唱这国歌了，啊，都主席要宣读这个。这足要紧的，这两个主张，两个立场，迄天大家讲义拢来，都拢有嘛吼。两个立场，两个主张。台湾民政府的主张，第一个主张是依据来，大家坐下来谈嘛。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哦，这是主张。啊，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不使用、无使用暴力啊武力和各种
促使各种方法，和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结束伫台湾的占领。来，最后一个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就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政府推动的事务不合作、无合作啊，无要配合，这不简单呢。无合作、无配合，选举，国民党政府伊伫咧行，伊投票率呢低于50%的时候，世界是不承认你的选举呢。啊，所以全世界敢那国民党政府用一个方法，就是选举吼，啊出来选的人吼，一票得几30块吼，诶，这有讲过无？昨有讲过，啊，政党提几50啊，提4呢？啊，所以你进什么台联啊，民进党，哇，大家冒死啊！伊遐去选举的人出来门提。伊600几哦，提1亿要甲2亿嘛吼，啊万九提2亿外，啊政党嘞一票50块，啊领4张啦，啊伊这是要啥？要鼓励你跟大家出来选，啊投票率要高，啊你世界上可以承认你的迄个 Chinese 台北哦，那我 Chinese 台北中间要有离无记嘞吼 ，Chinese。Government exile in Taipei， 我等下会写出来，甲恁解释吼。好来，这个我那就要紧了。但是恁咱听来得啦，这初级班免教这個，我是讲一下。初级班免教，在高级班吼都爱记下啦。海牙第四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和自治总章程有关政治部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3000多条的这个。嘿，啊来，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部分的判例了哈，以上构成战争法，还要加立惯例法哈，这战争法我讲一下得。哦，我写这出来哈，要让恁知影讲哈，哦，咱呐即卖要接政权哈，啊，敢有人安排？咱正个3000几个尔呢哈，到高级班啦，高级班，哦，啊，来，我举一个来讲，来，我即卖派工。派这个人去故宫博物院，啊，伊家一个去管理故宫博物院。我看免一礼拜就去用兵票来转来啦，吼、哦，家一个人无够力，啊，所以我提这个来要互恁知影就是咯，恁赶紧来上高级班，啊，堪你的麦姐做伙来上，到时要派去，恁2、3个做伙派去，靠够力啦。啊！无你一个就去用兵兵来转来啦，哎，遐大机构去，你去拢咱去做主管呐、啊，哦，啊下骹主管换掉啊，啊遐公务人员拢伫咧啊，啊你爱管遐啊，哦，那接政权就是爱安尼呢，啊，不啦，不是，迄到时吼、哦，咱唔免哦，你知影哦，咱唔是咱去甲赶走的哦，我们不要用武力，我们是要做革命烈士的，去用武力的革命烈士就是。挑起来，唔是，迄是美国政府爱去搞这个代，伊这个中华流亡政府是代替美国政府来咧管理的，所以美国政府都爱甲伊赶走的，唔是咱去甲伊赶的啦。这个头脑要搞清楚。哦，啊，咱去甲赶恁两个嘛死，那做革命烈士，哦，无，唔通要死，应该去死，哦，唔通咱去死哈。美国军政府都爱。将这个政权来搞给人家，不是咱去跟国民党政府，这个观念你若搞清楚，你就较唔惊死，较唔惊啦啦。啊，无你连伊讲叫我去，啊两声就去哦，怕死啦！啊，讲摆什么，不是黄花岗啦，台湾台北烈士那是什么先？哦，无，不是哦，哈，哎，这爱了解哈。我用这出来吼，要足侪位啦。新民内政事务所、消防总局都有，咱即爿这拢受过国级班的人了。啊，阮有甲考试 interview， 看伊的性向哦，你也是较熟哦。你爱土地啊，你财政啊，你什么啥啊？无咧，啊那较无见个样，你到时上我嘛要有理想当做啦吼。哎、哦欸，真正啦，真正4000人哦，派无够啦，哎，几万的啦。所以我用这個出来要让恁知影讲哦，我写这個出来目的讲哦，这偌济呢，偌济单位呢，你看看，
什么文科省啦、啊，什么肉身劳动农民水产，什么国土交通资源回收高砂石化物省，哈、哦，吼、哦，足侪呢，化物局，遐尼侪单位要派啦，啊，无，不，不要紧，你若上到高级班了吼，阮就会甲你。甲你在 interview 做性向测验，啊，你较熟去对，阮就着改排队对去。啊，是你喜欢到哪里，我们就会分派。因为来，我真吼，那听秘书在讲，哦，明年要接政权哦，哦，我心肝拢惊啊要死，讲啊，我真人都那也无够嘞吼，哎、欸，真正无遐多啦，我、派人我派袂出来啦吼，哎、哦欸哦，我做这个委员长吼、哦，我提心吊胆，因为人无够。人无够，所以我直接要拜托恁讲吼，下个礼拜是高级班，接着高级班了，得到证书了，就是拢做会当做老蚵仔嘛吼，永远的公务人员。以外，你唔当为着安尼咧欢喜，你赶紧招你妈子的好朋友，做伙经历当派去。你讲啊，阮三个，阮三个要做伙派来迄、那个。中央银行，我嘛三个入去嘛，较要要管钱嘛，较有哇，管钱正实啦，唔当个吼，民政府足严哦，外国是正实咯吼，大概哎，唔免来，别日啦，迄咱秘书长薪水很高啦，迄唔免你外国啦，唔免你外国啦，你着食较油细细啦吼，干靠薪水就好啦，啊，个咱这张永远的公务员，所以后礼拜高级班赶紧上了吼，啊，招嘛子的哈，我一直咧强调，你要招你好朋友来赶紧来上了吼，啊，你可以当，吼，你处理嘛较重大，啊嘛袂随叫变皮来转来吼。哇、哦，这足多呢，这啊个政治局的，哇、哦，足多啦，这拢是已经派了的啦吼，咱进那个高级班上了的时候3000。哎，有讲无3000桶嘛，吼，也未达到4000，到4000，搁爱搁加挂，无特别动啦，吼，高级班特别动啦，所以爱赶紧吼。哦，足多嘞，什么反环委员会啦，什么，哎，好、哦，这足多职位的啦，哎，公务人员足多职位的啊，哎，你嘛，我拜托一个，唔通我当只，逐日咧提心吊胆，讲啊，赶紧要接到政权啦！我都听到拢头壳拢火去啦！我惊嘛，无人嘛，也阁无人，事实人无够哈。来，目前来讲你今日要讲的主题啊，我今日讲的，我咧讲的是主要要甲恁从头到尾安尼做一个观念上的整理啦哈。其他足侪人会讲一挂法律，是毋是啊？我是要甲你简单的整理做一套，互恁看，那去看人讲，啊，袂去出错。反正我头啊准备无好势，去看人讲到一半讲，哇，系啦，这毋知要安怎讲。啊，讲好，等下我过来查咧，我过来讲，吼。啊，到尾我怎去整理一套起来？你若对这一套安个，对头啊，毋免用死记的啦，用安尼规个融会贯通了吼，你自然就会当看人应对。讲、哦、咱民政府是到底咧主张啥？咱的理论是对吼、哦。我即马开始要来开始进入遮啦吼。这大家知影，台湾不是国家，这是香港的呢。2004年吼，迄、那个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吼，鲍威尔，即、這个足出名的，伫中东战争，伊是底下总指挥嘛吼。伊是军人嘛，了做迄个美国国务卿，伊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 ，sovereignty 啊，国家的 sovereignty 主权哈、哦。来，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这个管辖治理权应该是旧金山约第23条，就是写讲美国对台湾有这个管辖治理权呐。啊，伊靠一个次要的占领者，就是迄个 Chinese Taipei， 迄阵也未做 Chinese Taipei， 迄阵也个 Republic of China， 哦，也个中华民国的时代，伊何以来 subordinate 从属的迄、那个何以来代理管就对了哈。哦啊，
即卖台湾的治理当局代理中，台湾治理当局是咧讲啥？恁知影即个无？伫美国的迄、那个日电啊，国家内底，美国政府内底，完全无中 ROC 即几字了呢，无 Republic of China。因咧叫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叫啥？叫台湾 Authority， 就是台湾治理当局。哦，美国无讲你是哦，你是 Republic of China， 美国的迄个法律啊，什么啥政府，因无要看这个，唔是国家的交往哦。因刚才咧对这个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呢，所以咱即卖这个迄、那个 Chinese Taipei 是美国咧代替美国管咱家的呢。美国委托伊来管咱遮的，哦，代替管理的哦，哦，啊，这个管理美国安那个叫做台湾 Authority， 就是台湾治理当局，来，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就是英语叫做台湾 Authority， 台湾 Authority， 就是这个台湾 Authority， Chinese Republic of China 变作 Chinese 台北。美国无要甲讲伊是全是台北，还是 ROC， 伊甲讲台湾治理当局。哦，我等下用迄个上网，恁若有上网去看，恁要去美国签证，恁捌上网去看美国签证的人举手，我看麦，无半个上网去啊。恁甲试讲哦，要去美国上网，要去美国签证，啊，你甲签，你甲约量入面吼，伊内底绝对无 ROC。有台湾呢，有中国，有 China 呢，无 Republic of China， 绝对无啦。美国都将这个 ROC 已经伊伫个政府的内底，我等下有啊，有时间我有脑准备啊吼。台湾 Authority， 好来啊来，咱即番来参加国际组织拢用啥？全是台北，啊全是台北，咁真正是啊台全是台北。伊个原名吼，唔是安尼呢。原名是安尼呢。中即几字无去呢，变作 Chinese 台北，中间是啥 Chinese？ 这里啥政府哦 ，Government。来，这里爱大家来读者 ，Exile， 流亡 ，Exile。那在日本咧读 exile 吼、哦，日本人拢读 exile， 啊那照用美国嘅读法是 exile 吼、哦、exile 流亡，啊咧这是啥？这是啥？中国嘅流亡，中国政府流亡在台北呢？像你台北全名是都爱安尼呢 ？Chinese government 哦 ，in exile in 台北呢？哦，应该正式嘅名，那用中文来讲来。中华台北一词，是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诶，根本使用 Chinese 台湾人，啊，是那可以用 Chinese 台北？这行国际法内底吼，流亡政府只能用城市的名称，哦，流亡政府只能用城市的名称。这是国际法规定的吼，啊，所以用 Chinese 台北，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Korea 叫流亡政府遭遇伤害，伊叫做啥 ？Korea 伤害，哦，法国叫德国啊拍无去啦，法国遐人走去伦敦办做因的流亡政府，或者啥 ？French。London， 哦，国税法是规定爱用城市的名呢，哦，啊，像那个即卖那个西藏嘿 ，TV 啊，哦，伊遭遇的印度的德兰沙拉，哦，爱、啊、伊就是 Tibet， 德兰沙拉安尼，爱、啊、用城市的名呢啦，未使讲用哦，啊，无我昨遭遇美国，唔就变作 Chinese American。袂当安尼吼，照国际公法是会当用城市的名字啊，所以 Chinese 台北，伊袂当用 Chinese 台湾，哦啊 Chinese 台北，或、哦、咱用个中华台北，中华台北，我古早听着，唔知影这个理论的时阵，
我就唔感觉，我是台南人啊，开拢无咩，干那恁台北尔呢？啊，是啊，我无代表阮高雄、阮台南啊、阮台中，无，原来就是流亡政府一定要用城市的名字哦，这是国际化的规定哦。Chinese Taipei 就是中华台北一词，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啊，所以你咱会当参加什么什么什么运动，什么运动，拢是 Chinese Taipei， 就是伊阿个咧用迄个流亡政府咧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啦，什么开会啦，啥？哦，啊，若国讲到什么，国去办，我就会讲迄个独立关税领域区，是安那靠独立关税领域区，简单讲个就是，你就是被占领地，卡会当用迄个独立关税领域区啦。哦，咱台湾是独立关税领域区，表示台湾是被占领的地方，被谁占领？美国哦，这哪个讲到前面个就会讲到这个取其头尾缩写，这个名称是精准展现中华民国 ROC 在台湾国际上的真实法律地位哈哦，您知啊？讲你台北就是你讲这哈、個、哎，迄、那个我想无要下课啦，恁若有要下，恁点点啊，家己先去上厕所啊，先去对，马紧吼，恁做你离开啊，我中间不下课了哈。哦你们可以自由。好了，这是迄个鲍威尔，伫2004年 October 10月25，伫 press conference 北京，伫北京讲的哦。伊在讲啥？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不享有，为什么？台湾都不是国家哦。伊鲍威尔，啊个这是2004了哈，啊个一个2年前美国个一个，这个部长，哦 ，Catherine Sebelius， 这个是卫生部长。这个卫生部长，美国不是干那卫生部呢？然后美国国家叫做公共服务部，卫生及公共的、就是那个 Human Service 了 ，Health 卫生跟 Human Service 的是公共服务部了哈。哦、现任部长，你们看这个呢？这个是第西。S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 Governor 是啥？州长。伊要做这个部长，以前伊是做 Kansas 堪萨斯州的州长。对李孔孔山做个李孔孔高，哦，哎，这小姐就厉害哦，哈、哦，这算掉州长哈，这六党的州长，啊，他叫迄个奥巴马甲提起来做这个卫生。福利部，含迄个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啊，这个是安那嘞？这个吼、哦，伫两年前吼、哦，5月17号，这个哦，相关美国的卫生部长 Catherine 西贝留斯女士在日内瓦 WHA 上说什么呢？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哈 UN 的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恁家伊起来讲，恁家咧讲这个什么台湾什么啥，恁拢无个立场讲这個。伊兼讲一句讲啊，台湾是我占领的所在啊，恁咧讲啥，恁无个立场讲啦。哦，是安那开始去讲这呢？因为咱家吼。咱家迄阵吼，哎呀，咱变做中国的台湾，中国的台湾去做观察员啦。咱这卫生部长，有影，我去较欢喜个，那是做中国的台湾的卫生部长呢。不是，无用 Chinese 台北呢，用 China 台湾的卫生部长呢，用安尼去的呢。那干要用安尼，从30几年前就是用中国台湾的，拢会当加入来，开始搞起嘛。好来，吼、哦，这是2年前这 Severus 吼、哦，这个 Catherine 吼、哦，伊个讲啊，恁大概是安怎开始讲这個？普通人听无啦，恁来遮上课，你就知影讲，哦，这个真强嘞，伊是安怎敢讲这个话？因为台湾是我美国的占领地嘛，恁村内拢无管理人讲这，哦，伊坦白安尼讲啊。好来，我要甲阮讲。WHO 含 WHA 到底是啥？咱拢逐摆拢讲听讲 WHO 啦吼，咱拢吼 WHO，WHO 是一个 O 是 organization，
就是组织 World 世界卫生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啊，那 WHA 嘞，这个 A 哈是 Assembly， 就是会议啦，哦，来，世界卫生大会一当开一摆，什么人来开？各国的卫生部长来开，哦，啊，拢伫五月，迄个 Mother's Day 以后，迄个母亲节是五月第二个礼拜嘛，伊拢伫第二个礼拜以后开会啦。啊，因为我现在对这個特别熟悉呢，哦，我迄阵我偌少咧咧，逐当都带队几百个哦，哦，迄阵阿扁啊叫我做行政院的顾问。啊，好，拢我带队，啊，美国也来，啊，澳洲也来，啊，台湾也百几个，啊，拢四五百个。我去日内瓦，我去五六档呢，我带队去啊，五六档呢，哎、欸，去啊呐，因足欢迎我去嘛，是啊呐。较早去吼，那时阵迄个较早迄个是因去，大家拢去，嘿、欸，拿一支牌啊，抗议，啊，就点点啦，拢我因讲迄种欧巴的啦，啊，我去了吼。我拢带一团迄落会唱歌的，啊，搁带迄落管风琴，挂迄落风琴去，伊遐就甲唱，踮迄联合国嘅大会的头前，就甲唱歌啦，哦，迄落微笑 come back， 啊是讲，迄落台湾一定安那安那，踮遐唱歌啊唱啥咧？啊，然后记者来，哇，紧唱啥？啊啦，那记者无来讲，休困者，我唱一台语呢，一台语呢，无遐简单，哦，我去六七档，啊我逐摆咧甲秘书长面讲，啊，你拢厉害个啦！你若较早互我知影讲台湾毋是国家吼，啊，无国家就袂当加入啊！啊，我迄阵都毋知影啊！啊，我去带吼、哦，我去六超几日咧嘛，六档落去五六档，我要知你若知影，那阵即摆咧带去联合国啦，会当加入未？袂当，你都毋是国家，你袂当加入联合国。啊，是 WHO 就是联合国内底个组织，你嘛袂当。我讲。诶，秘书长，你若早我知影，外面咱那各种六七档呢，我拢带队带六七档呢吼。对啊，啊，迄阵就是有疼台湾的心嘛，啊，为着台湾要来拍拼，啊，唔知影讲，迄种假的啊，吼，拢假的，即摆知影了讲，哎，阿孙，我要甲联合国组织遐讲，诶，你这唔是国家吼，你去联合国给了钱的啦，啊，今年还搁咧去啦吼，还搁咧去。好来 ，WHA 跟 WHO 搞清楚哈 ，WHA 世界卫生组织 ，WHA 是世界卫生大会一当开一摆，啊，这个一当开一摆，这是拢是管理的所在哦，权力，伊拢算进大概到194个国家啦哈，啊，这194个国家哦，194家，诶，都是。WHA 是 WHO 是最高权力机构，会址瑞士日内瓦，比如啊，也是日内瓦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哦，啊，就开会，啊，底下五省啊，什么的，嘿，拢伫，即咩，全世界差不多194个国家了哈，吓，我去查出来，要194，诶，卫生部长伫家咧开会，这叫做 WHA， 哦，啊，那 WHO 就是这个 organization， 这个组织。哦，世界哦，迄个组织，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啊，那 WHA 一当开一摆，卫生部长来遮开哦，所以恁知影讲哦，不要恁知道 WHA 跟 WHO 哦，我啊，逐当去啊，拢去旁听时啊，啊，我有一帮起来，唔敢发，哇、哦，迄中国吼、哦，迄卫生部长吼、哦，我较早我有帮啊，我现在今年无再来。哦，台湾是我们自古以来，是不是现在是我们血肉相连啦？是不是现在听到我那么后悔啊？我前摆有放给大家听，啊，我第一当去吼，吼、哦，我这下下骨袂恁去扫吼，我起来用英语甲发，来呀、啊，来呀、啊、是啥？讲白菜话嘛，哦，哎，什么台湾诶卫生拢因咧照顾，台湾人的健康拢因咧照顾了，像这话拢讲会出来呢，哎，啊 SARS 嘛拢因派人咧甲咱救啦，是不是现在啦？现在安尼呢？啊！我啊，为着讲起来啊吼，我以前唔捌上着报纸第一版呢，《中华日报》咁迄个在《中国时报》两版哦，拢甲我顶伫迄个头版哦，讲
啊，我迄阵我穿医生衫嘛，啊，我挂口罩，啊，拄啊警察咧来甲我赶，要甲我抓，啊，我口罩搁甲挂，我都无缘的抗议，啊，好，啊，第一摆上报纸头版的两个报纸，《中华日报》跟《中国时报》，是吧？就是为了这我话来啊，讲白实话啊，听了就是伫这个所在啦，啊，足侪啊，这是还未开始我成立的，啊，因迄、那个。大会的人伫遮，大会的官员伫遮，啊下骹是194个卫生部长拢伫即个头前，啊即、這个观察，观察台是伫边啊吼，旁听席啊边啊，我要都要去请呢，旁听席无几位，60几位，拢啊中国拢阁派学生囡仔，因为学生囡仔较慢抢啊，啊若无迄张牌啊，就袂当入面呢，我那透早4、5点都去排队，排要领去旁听席的牌啊吼，啊好个再逐摆，因为我这较内行，我知影对对去排队啊，对对安那哦，所以大家起拢领有对啦吼，哎、欸，好来，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这那恁若无来当，大家嘛讲对，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错。是安开始错，我伫住伫遮，我从细汉，阮老爸、阮阿公都拢住伫遮，是安那？这毋是？来，这个饭店吼，咱秘书长逐摆咧讲，秘书长即摆毋知有讲无？安巴沙拉 hotel 就是国宾饭店，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这就大家，无来上课的伊也知影错。啊，对面这个哦，这个大家拢讲对啊。你若来上课，你较知影讲错啊。但是这条有来上课，无来上课拢讲错，哦，是安那？伊讲来，我问你，国宾饭店的所有权状，爱经营管理权伫，敢是伫住伫遐的人诶？唔是嘛？啊，所以国宾饭店唔是你啊。啊，咱台湾咧，你住伫遮，你敢有咱这块土地的产权伫乡下？咱提袂出来啊。迄、那个 Chinese Taipei 给提出来呗，伊照国际法连一点啊关系都无。我答啊，我爱讲较紧嘞，一寡来，我们要从法理及国际条约来找啦，找讲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要照国际法的，唔当从迄个感情上哦，哎，用以政治语言来宣布的。哦，台湾是咱住伫台湾人诶，对唔对？啊，对对，我来宣布啦。三顾搞拢是感情用事，啊煽动安尼吼，啊事实上都唔是啊吼，啊所以拢用这个讲，咱我即摆就是要对这个法律含国际法啊来找看台湾到底是安那啦吼。伫要讲这个时阵，我先这个英语先大家看一下吼 ，People on Taiwan， 啊含 People of Taiwan， 这差别差伫对。来，先讲下骹 ，People of Taiwan 是啥意思？唔是讲在地哦 ，People of Taiwan 就是真正台湾人啊 ，People of Taiwan 哦，真正台湾人，真正台湾人。咱民政府开始咧用咧用请台湾身份证的哦，迄就是要请只真正的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啊，那 People on Taiwan 的，所有住伫台湾的人哦。包括流亡遐人，马英九伊嘛是 People on Taiwan， 美国的 TRA 台湾 Relation Act 台湾关系法咧报上 People on Taiwan 哦，台湾关系法是咧照顾 People on Taiwan 哦，哦，啊那旧金山合约咧咧讲 People of Taiwan 哦，这就要讲，这台湾这 on 跟 off 哦，虽然安。这是只差一厘两，天差地哦。哎，来，这先了解哦。咱是 people of Taiwan 哦。啊 ，people on Taiwan 就是所有住伫遮的人，叫做 people on Taiwan。马英九也是 people on Taiwan 哦。来，对于国际法来讲，这块土地到底是啥物啦？哈啊，咱读迄个台湾历史哦，头啊，啥物？什么人占？什么人想占？吼啊！什么迄个郑成功啦，还是荷兰来占啦？什么现在来占足多哦？吼啊！这块土地是啥呢？头发是啥呢？满清嘛，
对吧？清朝的啊，这个土地是清朝的啊。哦，来，到1895年4月17号，迄阵吼，中日，日清啦，爱讲日清甲午战争哈、哦，甲午战争了，清朝叫日本安尼两三个手就甲结斗了啊吼，啊结斗了，他定一个什么条约？爱讲下关条约，我是安那讲，一定要强调讲，不要说马关条约，因为吼、哦，照世界的惯例啦吼、哦，惯例，伫什么所在开会，迄、那个条约就是迄个什么所在？哦，伊伫九州的下关开的哦，所以是下关条约啦。尊 Polymus 哦，啊是什么南京条约？是伫南京个旧金山和平旧金山条约伫在开的，伫旧金山。伫什么所在开的？就是什么啊？开罗会议伫对开的，伫开罗。哦，啊，波茨坦宣言伫对开的，波茨坦，哎、欸，波茨坦伫对。啊，德国也对，柏林的边啊，差不多离差不多36公里了，我有遐查。哦，所以什么条约，什么条约，拢伫对开的，就是什么条约啦。哦，啊，你讲马关，人日本都唔是写马关，人日本写下关。啊、所以一定要用下关条约哦。因为大家以后过去，下关条约是由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土地所有权人是拢皇帝的哦。哦，所以要签约是啥？要将土地割让的啥？爱皇帝对皇帝，哦，不是政府对政府哦。政府没有权力，政府只是在。天皇交给日本政府管理的，对了，拥有权是拢伫顶面哦，哎，来，来，这原文哦，完了，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他下关条约是4月17哈，来对，哦，这原文呐哈，讲和的啊，是大日本帝国什么，拢爱用皇帝了哈，这原文的是安尼哈。啊、来，哦，这足侪啦，拢是大皇的，拢用皇帝啦。啊，要强调，我用这几张要强调就是，那个讲那个下关条约吼，拢是皇帝对皇帝在签的用啦。哦，啊，因卡李鸿章来，跟因囝李金芳来代替签的啦，但是拢是皇帝对皇帝靠管理人签这个土地的代志。好、啊、来，下关条约哦。我过来哈，来第二条是台湾全岛及所有护持国岛啊，配合这要割让给。来，下关条约拢总有十条哈，就是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诶，啊李鸿章啊，含这李金芳，李金芳是迄、那个是甚人？李鸿章因囝，因第二囝，哦，因老爸带伊出来建设了吼，伊有哪做官哦，伊有哪做未少的官哦，哦，伊伯爵伊有哪子爵的呢吼、哦，这李鸿章因囝。啊！日本是伊藤博文才捌听的嘛吼，迄阵伊藤博文做迄个宰相嘛吼。来，第一条吼，第一条讲独立朝鲜独立啦，因为这个是跟这个战争是因为跟朝鲜引起来啊，吼啊，所以第一条的规定讲朝鲜准他独立啦，中国无要管啦吼。啊，第二条甲啥东西？家，这三个所在永远割让给日本哈，就是啥？奉天就是啥？辽东半岛，哦，啊个第二个是啥？台湾，第三个 Pescado 就是迄个澎湖列岛哈、哦。第三个所在，这个下关条约哈，三个所在挂好日本哦。咱前到台湾拢两个，拢无写到这个了哈，拢无写到辽东半岛了哈、哦。啊，是啊，那还无写。挂号一料，是安那卡就行。熟人出来干涉，啊是安那干涉的。哦，这哦，那人鬼嘛讲哦，哦，富翁到台湾，你若住伫台湾家，满洲人哦，2年内哈、哦，你若要走，你就去走；，啊，若唔走，佮变做日本国民啦。哦，都要有一缓冲时间，方走了哈。嘿，这个是国际法的规定了哈、
啊，我赔迄个20000200哈。我来，这拢没讲得几条几条，拢总十一条了哈。啊，4月17签的哈，下关条约。啊，满清公投这马关条约了哈。因为下关条约关于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是违反国际法，是安那？是安那违反国际法？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你较早中国呀、中共呀，不是咧讲台湾是我们神圣固有的领土哦？是不是？伊就是咧指这啦，讲啊固有领土，阮咧拢台湾就是永远是阮咧。伊即摆去读国际法读得咧，即摆中共唔敢讲这个固有领土啦咧，因为法律讲嘅都跟中国都无关系啊。啊，所以即摆无啦，即摆无讲，唔捌咧讲这两三当来，唔捌咧讲台湾是我们的固有领土。中国唔系咧讲这啊，啊是安那咧？即、這个苏联、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迫使日本跟大日本交还，即交还辽东半岛，有即个条约叫做《辽南条约》了，有即个《辽南条约》了哈。啊，即、這个《辽南条约》是啥啊？就是三国干涉啊，开《辽南条约》啊，基本上就是各高行。即、這个，因为是人清朝的固有领土啊，啊，所以伫国际法内底固有领土是袂当割让的，吼、哦，啊，所以即、這个，即、這个，即原文啊，有那是辽南条约的原文，有那是个皇帝对皇帝啊交行去，啊，伊个赔3000万呐、啊，哎、欸，迄20000万嘛，吼、哦，迄、那个下关条约赔20000万，啊，即摆即个个行去，啊，个赔3000万呐、啊，吼、哦。来，我现在要讲土地有分这两种了哈，一种是叫做 colony， 哦，做殖民地，啊，一种是 territory， 就是领土，哦，啊，咱那边个形容词哈，什么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是什么什么固有领土，是不是？反正就是那人的领土都袂当割让了，哦，那、啊、这种形容词了，这种形容词了，固有领土还、啊、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是 territory 不可被割让 ，colony 才可被。1895年签约时阵，签下关条约时阵，台湾是清朝的啥殖民地，才可被割让给日本天皇。迄阵那是台湾是中迄、那个满清的领土，会当割让未？会当。迄阵台湾也阁是 colony 殖民地，所以伫下关条约会当被割让，哈。那全球，迄个1898年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啊，西班牙战输，啊，将伊个殖民地，和美国做殖民地 ，Puerto Rico、Cuba、Guam、菲律宾，即几个拢是美西战争了，迄个西班牙割让给，因为伊这拢是殖民地，拢可以割让的哦。啊，迄阵来台湾干了安尼呢？吼，有看过这张嘛？吼。我这张有看这张无？哎、欸，迄阵的台湾安尼啦，啊，实在是啥？台湾是安尼呢？啊，要求后壁这个也不是清朝的地啦，这清迄、那个清朝管袂着高山族啊，后半部这个，伊干那遮尔，后半边清朝管袂着，还讲啊台湾归好人，后壁遐迄伊管袂着，伊嘛煞好人去啊。还是本来讲，啊，都好我开，我啊，只高山族的开安好，去来抵抗阿要死，这根本都无清朝管着嘛，吼、哦，哎、欸，哦，日本哦，了差不多20冬，佮将迄个台湾东部遐征服呢，吼、哦，后山遮啦，哎、欸，伊头啊想讲简单了。了很久啊！1895割让过，到1915，他全台湾他以中占领的哈。后来，这个1937哈，到1945内地要实施皇民化，这个是诶，我们足要紧，因为有皇民化了哈，台湾他变成日本的 territory。那亲像北海道、北海道，古早有那是日本的殖民地呢。北海道啊，是日本的殖民地。啊，日本哪呢？嘛是加皇民化，
啊，甲实施宪法底下，啊，变作日本的 territory， 啊，听有无？教国际法的，因日本有教国际法，甲北海道还民化了，实施内地延伸，变作北海道是日本的领土，哦，伊即卖啊，将台湾哦，用这教育部，对三七年到四五年，有人甲台湾实施还民化。要让台湾变成日本的什么？变成日本的什么？领土啊，有哦。在四月初，伊到四月初啦，1945四月初公布宪法实施于台湾，就是有诏书啊，日本天皇的诏书，它变成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在旧金山合约里底，这个。这个那写家的人哦，忽略掉这一点，无迄阵忽略掉这个四月初，即咱即摆一直咧据理力争的，就是伫日本伫四月初有皇帝迄个大印啦，是不是啦？台湾实施宪法啊，台湾人也有派去日本去国会啊，吼、哦、去国会。日本天皇。1945年4月1日，这就要跟你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对1945年4月7日，这里起，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有这条条，有这个诏书伫咧吼，进日本人来看到这个皇帝的这个诏书吼，大家讲，哎呦，靠！啊，日本人拢未记了了，啊，我去问日本讲，啊，恁是安那？伊讲。啊！带日本遐人讲，前迄个大震了吼，日本人吼、哦，那个 scrotum 下面那个被割掉了，当大家拢惊死啊，要死！哦，大家惊死啊，啊，拢唔知影这个代志了。啊，提交书我看讲，哎、欸，确实有这个代志呢。台湾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呢。哦，四月七这就要跟人去的哈。来，啊，所以开始开始当征兵嘛，哈，在台湾征兵，这个进前。去做日本兵的，干来当做啥？军夫啦，好不？恁知影捌军夫无？台湾抽兵，唔是兵呢，军夫呢。到四月初了，开始抽兵，开始变做皇军呢。哦，唔是你的，袂当抽兵啦，吼、哦。对，你的领土的人开始当甲征兵啦。所以，来我查一下，进。Chinese 台北咧，甲咱征啥兵？我也唔是你的人咧，啊，所以美国一直咧甲北，即摆敢征兵无？即摆征兵、欸，什么叫做恐怖组织？三个要件，不是国家，哦，有军队，有武器，三项。Chinese 台北咁，我哈哈，这三项拢伊拢有，唔是国家，伊有军队，伊有武器。啊，所以就是蒋介石台北，哪要讲恐怖组织来当？啊，所以即摆，因马英九因开始讲，哦，我无咧征兵，哦，我无军队哦。伊即摆变作拢用海防，唔是做军队啦，拢用警察的啦，哦，海防部队啦，是不是？迄拢唔是军队呢？伊即摆就讲啊，我无军队，我唔是恐怖组织哦，哦，伊伫咧翻咧啦，吼、哦，迄是差一个讲啦。啊，所以四月七以后。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如同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领土一样。哎、欸，今天就要跟哈，今天我来开罗宣言。哦，第二咱开罗哈、哦，啊，伫开罗开的嘛，哦，啊，所以条约现在就是开罗哈，哎、哦，给你，开罗是迄个，伊这哈，十月二七。宣布这个啦吼，啊！但是伊是22到26开会的啦，吼、哦，22到26开会，啊，开会是相开的三个嘛，迄、那个罗斯福、啊，跟丘吉尔、啊，跟蒋介石三个开会，啊，是啊，苏联无参加，苏联讲，然后迄个蒋介石这个人就叫我不爱参加会议，真正是安尼哦，啊，为着伊不爱参加吼、哦，因为伊支持共产党嘛，啊，迄、那个蒋介石跟。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你在咧抢啊！哦，大阵你阵在咧抢啊！啊，所以讲蒋介石不参加，我才参加。啊，唔开，
我说德黑人。你看，十一月二七，开罗会议，十一月二七的，啊，这是二八过日啦。迄、那个蒋介石叫邓仪了，伊讲个蒋介石换做斯大林来，伫德黑兰会议，哦，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啦，哈、哦，底下啊，所以拢用伊对开会的、就是，伫对迄个条约啦、宣言啦，现在拢哦，会记哩是安尼哦，啊伊跟开罗宣言一模一样，啊，所以咱在讲开罗宣言吼、哦，是十一月二七哦，可是。那英国、美国哈，因为写开罗宣言哈，也写当时呢。因为开会到十一月二八，开到十二月初啊，开始讲这德黑兰会议啊，所以你唔通看讲，啊，现在英国、美国拢写唔对，写十二开罗宣言，写十二月初，因就是延伸两个会议拢同款的内容。哦，啊，所以恁若看讲，现在开罗宣言写做十二月初，免不了十一月二七。哦，这个原因是伫遮德黑兰，吼、哦，跟斯大林跟蒋介石的关系，所以十二月七啦对，十一月二七啦对啦吼，哎、哦，好啦，我好啦，第一个开罗宣言，啊，第二个德黑兰会议，哦，恁知影这是两个拢同款的啦，是差一个斯大林跟一个蒋介石安尼尔啦吼。哦结果两个会议内容一模一样了哈、哦。啊来，四月初这个要紧的日子哦，这个较要紧。四月初这个是日本天皇下诏书，供台湾实施宪法、明治宪法。会记哩，这是明治宪法。啊，即卖日本无明治宪法呢，即卖新的宪法，吼、哦，唔是叫做明治宪法，因为被麦克阿瑟给剁掉了啊，所以。现在日本国、日本人不是属天皇管的呢，干那真干那，纯纯台湾是天皇的人，天皇的人呢？照理论讲，该是安尼啊。好来，哦，一九四四六月十六，李内，这电影大家捌看过无？啊，唔捌，诺曼底克大登陆，那是李内。啊，最近哦，啊，我无啥讲。台湾欧北讲这李内，李内是开始的日期啦 ，the day of the day， 李是用 day 啦，李内就是迄一日要开始。啊，咱即卖卫生服务部咧讲，对一日是李内，那阵咱拢甲想做是 end， 结束迄一日到迄一日，应该叫李内的意思就是讲，迄一日开始我要严厉来实施像。啊，那阵讲起来那阵迄日是 dead end。就是终止日哦，到迄日去，我就是要安那，唔对，迄是开始的日，那阵你的意思是安尼啦，哦，啊，咱即摆拢错误引用，变作你的那阵好，迄个变作终止的日，唔是啊，是开始的日子。啊，六月初六，啊，德国吼无一党就投降了啦，德国，迄、那个过年的五月初八，德国的就投降了，啊，唔卡投降了。因较三个国家伫迄个，波茨坦开会。来，我讲波茨坦啦吼，波茨坦，开罗宣言咱知影嘛吼，德黑兰会议咱也知影啦吼。波茨坦宣言吼，你免记来用。波茨坦宣言就是一直咧讲啥，咱家联合咧。波茨坦宣言是对日本咧警告，你若跟导航。我什么军队，让你安全倒转去？你的工业，我给你保障。我什么先给你保障？你跟导航，其中的第八条写着，要遵守开罗宣言，干哪安？啊，剩的一七啊，八九十二，迄拢在讲，你家己本讲啊，讲我要保障你啥，要保障你啥，就是咧劝降书啦，哦，啊，波茨坦宣言哦，恁个内容是啥？就是要劝日本投降书，哦，你得记得这。这是安吼，伊其中的虽然十三条，干那第八条写讲要例行开罗宣言呢。后来头啊，迄个苏联袂当签字啊，因为啥？伊阵跟日本那个日
入书友好条约啊，伊袂当签字啊。虽然蒋介石无去开会，叫蒋介石来签字啦。所以波茨坦宣言是蒋介石无去开会有签字啦。啊，美国、英国签字三个，苏联无签啦。啊，到八月七八对日本宣战了，苏联甲佫签啦。所以八月七八以后，佮变四国，波茨坦宣言佮变作四国签的吼。好啦，啊，这我都无时间同你讲这啦哈，这一条一条，刚才这个第八条啦，第八条下讲哦，将此事而日本自主权宣言上，开罗宣言下里的波茨坦宣言的第八。好啦，这大代志吧哈，八月七日，伫希罗西马，第一粒原子弹伫希罗西马，八月七日，哈，啊个第二粒是即将是三日后。三十六地，人家杀去，伫长崎啃的吼，哎、哦欸，日本叫啃这两粒也无想要投降呢。佮第三条较厉害，八月七八，苏联对日宣战了。伊本来佮伊日苏友好条约啊，苏联这个人就讲，伊这边伊一边咧哦，德国建国的时阵，伊佮日本去友好条约，伊后壁无受敌啊，伊全面去佮德国咧小战啊。只要德国输了了，过来，伊要跟日本小战的啦。要你有条约嘛不好，迄都即款苏联这有哪，即款有哪鬼杂啦哈。嘿，伊即嘛我话算我打，即嘛要占土地啦，伊就是拢过来占土地。哎，开始占土地是啥呢？来，讲八月风暴出兵占领中国东北，是安那东北日本人开始去占去，啊，才是有影。迄阵吼。有两输的黄金，中央的黄金在东北，被调回台湾，因为迄阵美军，听伊讲美军就是要登陆台湾嘛，啊，上迄黄金两输，中央的哦，迄两输调来台湾，所以东北空城嘛，他叫苏联一个手就啪，就叫东北叫苏联占去吼，啊，迄阵上讲要来跟美国吼、哦，要烧死啊，有哪加战的，迄阵啊，美国来弄台湾吼。哦咁啦，干那琉球迄小小仔啊，军队无偌济，都拍个美军都死到有够济啊！迄阵来攻台湾哦，我看历史大战无即个解决啊，攻袂起来啦。迄阵美军迄个日军作用啊，也佫作用嘞，哎、欸，要弱国战啊，要啥吼？日本军拢足强嘅。好来啊，看一看唔是事啦，迄个日本天皇吼，伫八月七十五，都通过瑞士跟瑞典哈向中美英苏四国召会接受波茨坦公告哦，我拄好讲波茨坦公告是咧啥？劝日投降的对吧？哈、哦，伊接受，哦啊八月七十就讲起了，啊到当时较公布八月十五有无？日本投降的日是八月十五哦，八月十五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接受日本投降，哈、哦，伊就是叫波茨坦公告遐嘛。啊！伊要甲保留伊个军队个安全啦，啊！伊个工业无要甲破坏啦，啊！伊个啥物啥啦，啥，迄一条一条。过来讲到这个台湾生有够歹运，叫这个麦克塞第一号命令哦，海甲前山落兵。伊个这个麦克塞第一号命令哦，是1945年8月14日，迄个特鲁曼总统。授权麦克阿塞以及9月2日对日本命令啊，这个第一号诶内容哈，内容有13条了哈。啊，我刚才来讲第一条，那台湾派军的第一条，麦克阿塞一般命令哈，麦克阿萨哦，这个因为足恨台湾的啦，因为伊伫克拉克基地哈，诶空军哦，去对台湾起的飞机去甲弄啊，伊走路啊，哦，历史大战的中间。伊伫克拉克基地，迄阵麦克阿塞基地是伫菲律宾嘛，叫台湾只起飞机甲弄啊，伊走路啊，啊，你讲 I shall return， 就是麦克阿塞讲，我将一定要回来，伊对菲律宾撤退嘛，嗯，啊，这个来，这个第一条吼，我简单讲者，第一条吼，接受投降之分配啦吼，哦，新南要接受相来中国啦吼。第一，中国、台湾、北越三个所在，
是蒋介石去接收的哦。这个命令里面，实际上中国满洲除外，满洲你不能去接收，是不是按哪接收呢？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使用，哦，这个命令是安尼啦。阿廖，台湾啊，北越伊三国呢，中国伊哦接受的部分呢，到台湾啊，含北越啊，有去北越无？有啊有啊，去半东啊，北越吼。把他家丢在金啦！伊蒋介石派一个迄个哦，来，我也唔只讲迄个，伊吼啊，什么来满洲哦？即满洲除外，满洲跟北回38北朝鲜，就是北韩接受苏联的迄、那个，甲苏联导航啦，吼、哦、啊！现在什么什么泰国啦，什么像啦，像蒙古东南亚些，为哦蒙巴顿将军导航啊，迄、那个美国他家己去占。日本呐、啊，哦，像美国太平洋最高司令官就是像麦克阿瑟，哦，伊有分配，哦，你当然嘛，加啥啥，啊来，村内伊这吼、哦，大家去受降了，无老古拢就撤退啦，吼、哦。北越伊去六个月尔，伊无通军队都无通食嘞，伊连百姓都无通食嘞，伊个，啊来台湾偌好，你敢知？米也多，糖也多，大行多。搬开迄阵，台湾遐面无当食，咱拢搬去，伊含共产党咧烧钱嘛，拢搬去啊。啊，歹运咧，大家占领了，无偌久拢就撤退啊。敢那伊唔撤退咧？哦，伊是来接受。哦，迄阵吼，大家哦足侪欢喜啊啦，啊，再什么好？因为后我们不再做日本人啦、啊，是不是现在要做中国人啊？其他各怎样讲起啊？这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啊，台湾你们啊，你们唔同成林茂生到家鬼，这三个拢二八拢要抬死啦，替中华民国去接收的家人啊，三个死啊，杜聪明这是国营银行的创始人哦，杜聪明啊，家无死啦，啊，这三个拢死，哦，阿顺呢，家的大赛是迄、那个安藤利吉哈。哦来，这小可大家知影，就是讲日本天皇迄、那个接受这个投降吼，啊，一来吼十月二五，蒋介石派邓仪来接受日军的投降呢，应该是叫做中正日啦。伊说甲你讲，伊迄是光复节啦，台湾的证书是安尼开光复节，吼、哦，啊，过过唔了，过过当这个1946年1月12日。哦，这有人一种违反国际法的，安那呢？行政院一纸公文，这个公文的后背我给要查查是节参制第0397号训令，就将所有的日本台湾人变更为中国人。世界公法靠这个会当，和你用这个会当变更的，袂当啊！这种违反国际法的，啊，咱今年的拢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就是对家啦。啊，美国跟英国拢有抗议，讲哎，袂杀人哦。国籍变更哦，应该符合自动意愿、合法三个原则。无伊讲了，基督教门就叫你做改变了哈。哦啊，这是迄个英国驻华大使馆下来，然后我甲下出来。关于台湾应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其他呢？因此，台湾虽以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英国伫三月八月拢有抗议哦，讲哎、欸，你袂使讲台湾人变作中国人哦，哦，啊，迄、那个美国冇抗议咧，美国就告诶，国务院冇致中华民国政府备忘录，表明与英国立场完全一致。啊，国民政府讲，这是为了管理方便的暂时措施，暂时措施，到即卖60几档啦，以后都不会走咧，哦，哎，暂时的呢。还是中正日了哈，不是光复节了哈。来，这边哦，台湾是中华民国啊，这边台湾我都会讲过，台湾 Authority 不再称为中华民国 ，ROC 流亡是继续统治台湾。目前 ROC 在世界上消失了吗？你若等你吼，啊电脑甲上网去啊打 AIT 啊甲拍签证服务啊，若看 S 打的所在，你甲点入去，点入去安那。好、哦，您改等于看了哈，点这个，我多加个各位讲者，你点这个
再打 AIT， 你等到你个 Google 呀，你个打 AIT， 你咪啊个拍工要签证服务，啊我看到这 S 打这个，你个点入去，啊遐都拢下出来了，拢无熬死啊啦啊！我这边今天无闲当广告呀。哦，台湾关系法，都我讲过的。台湾关系法是对于的 people on 台湾，哦，一个啊，台湾关系法吼，无讲到金门妈祖啦，干那讲到台湾尔。金门妈祖，迄个个是 ROC 的土地啦，唔是啊，所以迄个美日安保条约吼，无好告对立在哦，告台湾尔。金门妈祖无伫美日安保条约内底，哦，台湾要个伫。所以唔免惊啦，迄种美日安保条约有保护到台湾的啦，吼、哦。好、哦，啊，这旧金山号，这要紧的啦，吼、哦。伊本来拢总27条啦，吼、哦。啊，有迄个52国开会啦，啊，49国签约啦，苏联、波兰、捷克无签啦，三个无签啦。啊，过来要生效，佫三个爱等于恁的国会批准啦，佫这三个国家佫因的国会无批准啦，吼、哦。啊，这个签约旧金山。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和平条约哈 ，SFPT 那下 SFPT 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哦。来，拄我正在讲的第二条 V 哦，这那个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岛的一切权利，一切权利名义。他们要求放弃主权权利，就是放弃管辖权了、哦。你不同讲，相对的，乃西负有主权义务了。主权权利放不去，也够你不能对台湾要主权义务了哈、哦。这是迄个第二条，我拄仔在讲的第二条 B， 跟台湾的迄个关系有关系，你所以要记的第二条 B。啊，这第四这是咧讲北方四岛的，这咱就免的。你看，这个你签约吼，不是干那日本政府去签约的，都要挂天皇，两个拢来签，而且从外国是代表天皇，还佫代表日本政府，伊都要按两边吼，袂当讲干那一边两边，来代表两边啦吼，也要分开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这样。27条，全部都没有对日本天皇处分，啊，到底是。天皇的，啊，拢无对出分，啊，这个土地上的，要个天皇的啊，旧金山好不容易，拢无出分的天皇嘛，啊，无出分的天皇的土地嘛是要个低嘞，哦，所以你讲天皇的，就是伫只吼，这个27条吼，旧金山27条拢无出分的天皇哈，哦，仍属于日本天皇。好来，所以是日本保有所有权啊！来了，我多加来讲一讲，你再记嘞。对台湾土地有关的2B、23、4B 这三条记起哈。那旧金山要爱这三条俩，咱迄个初级班读到这三条得哦。第二 B 啊，第三啊，搁一个是咧讲 USMG 啦，美国迄、那个第四是咧讲哦，迄、那个 USMG 啦，明日。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政府的代志啦哈，啊，所以美国军事政府对日本和日本国民财产的处分权，所以记这几条啦，二 B、四 B， 啊，含二三条安尼得了哈，啊，剩的加的这二条是对于的中国与朝鲜授予权的，啊是第哦，这咱准备啦，这26条嘛是跟中国有关的啦，跟咱台湾较无关的，啊，所以。因为23条下美国占领权哦，啊，所以，来台湾真实的国际地位是在自属，中间的是日本天皇所持，阿美占的是美国总统握有占领权 ，USMG 的是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政府由 ROC 代理中，然后这是 ROC 我们掉了哈，是台湾 Authority 啊哈。这较早头也是，啊，到迄个美国跟承认
中国以后吼，成立中国以后，1972成立中国以后，伊就无叫伊 ROC 啦吼，这是较早。哦，这结论掉哈。来，免他证明你是台湾人，免他证明你是台湾人，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你有什么？你就来请身份证啊，请个过就是啊啦。哎、欸，你莫看这张呢，这张身份证，我去美国哦，要坐飞机，要坐啥，拢提这张拢好用个呢。我上个上个月也去啊，上个礼拜我嘛，上个礼拜我高级班无来搞，我就是过去美国开一回。我拢用这张台湾身份证呢，南民政府的身份证呢，去到底坐飞机拢好些个。但是入关无多啦，入关迄国队要入一定要 passport 啦。啊！若伫美国内底吼，咱这张身份证吼好用啊，哎、欸，真正足好用。伫美国伊看到，甲较笑咧，笑咧讲，哎、欸，伊拢伊若知影啦，啊，看咧，笑咧笑咧，安尼，拢过啦。伊个那也摕这种身份证，所以请这种身份证。上无吼，你讲啥？上无你买当证明你是台湾人啦，哦，搁一万块我来去请啊，因为啥呢？要证明咱是台湾人嘛。哦，有这张就当证明。你剩的你提下，你也当证明？没有。哦，拢未当证明嘛？你卡替嘛？中华民国 passport 嘛？中华民国籍嘛？中华民国什么啥？哦，这拢中华民国身份证啊，国民身份证啊。哦，钱嘛是，我这迄个四万换一块，这谁是有影要收的？啊，看来这张有效呢。存这张哈，你爱进去请了。这张刚才讲你是台湾人就够得了啦哈。嘿，台湾人本土台湾的定义是1945年9月2号10点，原日本国籍是台湾人和其后裔。到会写你迄阵农业的迄个中国的难民也未过来嘞，哦，8月15号投降，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到9月12日以前拢无人入来。啊，所以9月12日以前住伫台湾的人，你就爱去申请讲你的老爸，啊是你的阿公，迄阵的人，你就是伊的后裔，啊你就是台湾人，哦。啊那我讲，阮对中国过来那边呐，阮来遮出世的那边呐，啊恁老爸都中国人，那边要紧，那有哪会当证？啊，唔是写迄个 TW， 唔是写台湾呐，你会当个那是美国的绿卡同款，你买当签身份证，啊你的身份证是绿卡的型。噶人，迄个 TW 无写 TW 啦，有哪是身份证？哦，啊，咱台湾人 people 台湾写 TW， 就是正港的台湾人。啊嘿，到过一段期间，你到一个大老古以上，你就会当个被国考试，从美国安尼啦，你迄个绿卡，你住5当30个月以后，你就会当考美国公民啦。啊嘿，到时有哪当变作台湾公民？哈、哦。台湾公民，嘿，唔是讲啊，阮老爸都对中国过来啊，我都袂当，无，有哪会当，有哪会当证？啊，你爱过经过一段期间以后了吼。来、哦啊，这个牌有看过无？这中华民国的王牌啊，啊那王牌，啊对啊，公元1912年到1949年建都南京呢、啊，人嘿，这是在南京呢。中山陵遐有采这个碑呢，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哈。哦啊，迄、那个这张决议文哦，联合国大会2758，你们来捌听了？哦，逐摆咧讲2758号公文，伊是写啥呢？承认讲中国是啊，代迄、那个承认他的政府哦。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持一切机构中所挥发占领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呢？哎、欸，不是你家己退出联合国的，是向就开始往可能用赶出来呢？这国语文写呢呢，写讲驱逐。蒋介石啊，和迄个 PROC，P 就是 People， 哦 ，ROC 中华民国头前加一个 P 就是 P，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PROC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哎、啊，伫联合国嘅名称有改无？无改。伫联合国嘅名称，还佫用 Republic of China， 还、啊、是将这个蒋介石佮驱逐，啊换，迄、那个 People Republic 嘅人来安尼尔。国际名，迄、那个常务理事国诶，迄、那个诶，迄、那个诶席位，还佫用 Republic ROC 哦，哎，伊就赶快你一个国家嘛，吼。我继续讲啊！哦，来，哦，民进党这个我来讲一下。民进党哦，在1999年哈、哦、5月9号，民进党第八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现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哈。哎、哦，那些以的公主权独立的国家，按、啊、在对对来啊，其主权领域仅及台澎金马及富士岛，以及符合国际法规规定之领域的台湾，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了。啊，民进党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呢，啊，国民党呢是中国国民党呢，拢一样嘛，拢是中国的民进党呢，啊，所以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鬼怕着，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你是咪在写讲台湾依目前宪法对宪法，反正吼报纸拿在写吼，在写讲台湾要以什么什么？最近对一个断交，甘比亚，哦，台湾要以甘比亚断交，干么样？中华民台湾干不要跟人建交过？啊，进报纸啦，那拍康的拢写台湾啦，啊，那好康的写中华民国现在可以美国签证，哦，免签证，有影无影？中华民国都未当签证，你明？干那台湾会当呀？啊，潘康诶哦，拢讲台湾啦，台湾要与相断交啦，是不是啦？台湾人，啊，迄谁是拢中华民国啊？啊，咱报纸咱咧读哦，你哪甲看？好康诶，就是写中华民国啦，啊，潘康诶就写台湾又断交啦。咱哪么可能建交过？咱靠断交咧？哦，这个机啊，恁有看过嘛？吼、哦，这迄、那个琉球迄个人去哦，菲律宾拍死了，咱才会当去甲公判下未？迄阵海巡署出去，人也无咧插你啦。啊！伊派几只 ROC 哦，迄、那个台湾自己当时常用的一只记得舰，啊，记得舰出去，伊就爱挂香港旗啊，伊在挂美国刚刚出去啊，伊挂这出去，人也无要挂这支啊，人也无要，人无要插，哦，人也无要插伊啦，哦，啊，你就挂这支旗，人讲，啊，这拢爱靠美国呢，这出去拢爱靠美国呢。啊，这我唔爱讲，这些是马英九知影吼。伊伫十三年的总统咧就职的时阵哦，即届咧就职呢，伊伫总统内底用这个旗啊呢，这个旗啊吼，我含秘书长研究讲，伊想要用台湾民政府，伊也咧想要改做台湾民政府，因为伊拉克有几个伊拉克民政府你知无？百几个呢，到尾美国较紧一个尔呢。哦，伊也咧笑想要用台湾民政府要改旗啊，啊，这改旗，伊也是咧笑想。不过，各美国的是啥物人？各美国讲台湾的，各美国是啥？林志升。所以，别日啦，要建的一个迄个民政府，你若百几个也要紧，一千个也要紧，绝对就是各美国一个啦。哦，就是林志升嘛。进保卫足侪民政府一直咧出来啊。哦，台湾政府啊，什么？台湾独立人和政府，什么现在？把你啦，就是拢各美国这里人自生这个，所以恁去了这个就无唔对啦。哦，把你啦，民政府一定选这个啦，未去选马英九的，马英九也想要笑，想要做民政府呢。哦，啊，这大家拢会讲啦，吼、哦，迄、那个光复，迄、那个光复节啊，即摆军队伊唔敢用军队啊，迄 logo 拢拆掉了，是啊啦，不能有军队啊。然后军队那边就是这样，恐怖组织，啊，伊这边拖出去的恐怖组织，伊就迄 logo 弄个吼，车轮牌迄个弄个拆了了去吼，哦，你看，迄拢拆去啦，什么后勤啦，什么现在打无去啦，啊，这边用平潭岛，中国政府嘛用平潭岛要学遮，要学国民党，因为惊国民党呢，唔知去规个北京去甲乌白甲乱呢，因干那要来学这个平潭岛呢，一法签落吼，就是两个对抗已经无去啊，啊，所以美国主导的呢，主导签一法呢，
和台湾这个马英九人家会当看中国好好，爱当登平潭岛，诶，中国嘛无爱哦，你要甲登来北京，要甲登来啥无？平潭岛好哩得。好来，我拄仔在咧讲，你吼、哦，你 A I T 甲拍里面 S 打内底吼，看安那看到，好来，你甲拍，你存这里面吼 ，S 打入面了，你甲中文甲拍入面，你瞎加出来了。迄、那个周生国 China 有台湾无 R C 啦，国籍无 China， 因为那 China 都袂当免签证啦，哦，啊，可能台湾有台湾，台湾会当免签证，啊 ，R C 咧，无迄个标题咧。所以 ROC 伫美国个 AIT 内底咧讲签证，拢这个名，这个名拢装没有啦。世界上这个 ROC 无去啦，有请人。你技术个台湾人冇去住伫中国个啦吼。啊，所以你技术地，哦，这拢是迄个电脑加。诶，这张吼，这张吼，诶，唔是，我用这张吼大家看到啊。以前中国的高级干部都说：“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神固有、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伊即摆研究了吼，知影台湾唔是咱的，即摆该做啥呢？亲爱的台湾，唔是同胞们了呢，人民们，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核心利益，唔敢讲固有领土了，因为国际法去查查咧吼。台湾都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啦，吼、哦！我想，来，两条，各两条的，两条吼，初级班一定爱知影的两条，这个法律，这条，第一条，军事占领不得移转占领地主权，吼、哦，这条，您爱知影两条，这个国际法律，啊，这吼、個，我有详细写你遮，这个美国新民主阵营说，伊会根据伫这来。这种有据，不是凭空来的吼。这种迄个美国陆军手册第六章占领的第一节，先生先生，这种吼、哦、这个第二条爱怎样？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而在流亡所在地自行管理。这是第二呢。日内瓦暂时和平博物馆第47条，占领者不得在占领地建立新国家的规定。您初级班爱怎样这两条？吼、哦、啊，出来第三条、第四条，迄高级班较讲啦吼。哦哦，我想的是看安的差不多啦。这，哦，我想是下个礼拜有高级班吼，高级班会讲较详细迄个。但恁初级班吼，那讲，既然我只讲个只，你来会当理解吼，啊，都太早个吼，都知影。啊，恁安那台湾这个土地是对对来的吼。啊，对，咱是照国际法律咧行，唔是咧我送的吼。啊，台湾是什么民政府的啥，无，不要感情用事，照一切照法理来。好，我给咱公告家吼，谢谢大家。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啊，楼卡会当用餐。各位同心下课休息，然后楼下可以用餐，谢谢。